继续的在心中起。一整个生命，让天主的爱坚强你，让天主的爱温暖你的心。继续的在心中祈祷，留着天主的灵在，留在天主的爱中。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医治，你可以继续的祈祷，完完全全的交托，完完全全的信赖，求把一切都交给耶稣。有一些人正在为你的事业和工作祈祷，把你的工作和事业交给耶稣。求耶稣的神，那就是圣神带领你，教导你怎么样工作。求耶稣教导你他的方式，求耶稣赐给你智慧，那就是超越的智慧。尤其是有一位男士坐在这礼堂的左边，你正在为你的事业祈祷，你面对很大的困难，耶稣了解你心里的感受，把一切都交给耶稣，求耶稣帮助你，求耶稣插手。在这一切的事件中，耶稣要教导你，聆听耶稣，使你能够知道耶稣让这一切事件发生有他的意思。我觉得有一个人正在为你的眼睛祈祷，你的眼睛有问题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眼睛上，求耶稣医治你，求吧，以充满期望的信人，求耶稣伸出他的双手，触摸你的双眼，医治你的双眼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你，你能够医治他的眼睛。感谢你，耶稣。